拍视频呢。啊，这个很清楚。啊，这个很清楚。是清楚。这就是它的优点。哪能够清楚？妈的，比我的圣本山机大多了，清晰吧？我这把比你把的相机都大多了，我操！啊，这是厉害的。换个角度，再好看。中间这才快的，一个小时能650条了，平均一分钟一条多哎。中间那个上升快一点，咱们错了，慢一点，要气管这边粗一点，它16的气管，这个所有的气管稍微慢了一点。为啥呀？哎，上升快一点，其他的都是一样，上下降都是一样，要上升。哎，这个，